咁喺马路上咧，有一啲驾驶者咧系好中意霸住条快线嚟行嘅。咁咧就例如片中嘅呢一位驾驶者咧，咁啊根据片主所讲啦，咁啊佢嘅速度只系90几嘅啫，但系呢条吐朗港公路咧就应该行100嘅，即系最高速度。咁所以咧，其实佢车速唔够快咧，应该就靠住慢线啊，或者系第二条线嚟行会好啲嘅。咁啊，但系佢又唔理啦，霸住。咁啊，当呢架的士啊想俾油快过佢嘅时候咧，嗱、留意翻啊，前边有个快相机啦，但佢做乜嘢啊？哇，超级大傻仔啊！救命啊！唉，中招。咁啊，大佬啊，你想督油还督油啊，都要睇清楚有冇影紧快相啊。咁啊，认住呢个快相啊，呢、个位咁啊，限100咁啊。適当嘅时候行100咯，系嘛？唔系唔適当嘅时候行咁快咯，咁啊自己睇路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